这么简单，传三个，别不别不，啊，那先上来啊，我来，一个人接不上，我来。说完之后再说，先说先说，说完之后，万一有你更想干的呢？不敢，别说要不敢，剩下的人的话是先听，别说一小孩，不敢，别开玩笑。哎，不不，第一句话就是第一个最幽默了。先过来说，说我会吃乳扇。我来，我吃乳扇。那我是硬吗？你干嘛呢？你穿衣服？我穿衣服。你不是你开跳跳，你帮我来吃牛肉去。跳跳，这回我在那个人塔的最上面。商量好了，乒乓球、跳绳，我们人多齐。你要换吗？你是你要换的话，你就穿衣服。你不是乒乓球吗？你乒乓球你可以，你可以乒乓球都行。那我就吃硬吗？咱们是不是乒乓球？我干什么？好 ，OK， 打乒乓球。两分。好，两分钟。那不是两分钟吗？结束了，电话过去。兴隆，脱鞋是我，然后跳绳是子宇，舒亮是穿衣服，然后组织是子豪，我贾宇，哦还有柠檬，然后穿衣服舒亮，浩克，我们班里半名位是吧？可以有 PGM 吗？来了，不用准备，直接挑战。加油！真的吗？这不算。他能动的。这是板吗？这是板啊。板就是板，木板也算板，木板是吧？踢木板。快点，120秒，时间不够。差一次机会。看看人家的准度，看看上一个人的准度。啊！再来，球呢？来球，球来个球，别，你别120秒了。没了，这啥呀？手机也了。好，给过了。好，放了。好，恭喜。OK。没电了，没电。不是，3、2、1，有了。过。
那重新开始吧，这次机会报废，这样，行，时间在走着呢，咱们时间，第二次就是免费的吧，咱们看时间开始，就一分钟啊，这第三次来吧，第三次来不及，现在说现在已经特别来了，对，你别扯了，注意，你的，你跳绳。随便玩的，知道吗？知道吧？什么叫技术？知道吧？你知道吧？知道吧？练功，加油！好，两次就不好意思，只有两次。OK， 我没动。好过，带住，带住，来走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个人，这个，快点，一、二、三 ，OK。你衣服先整理好了，是吧？没事，咱给他。你伸手给我，你快点。就让吹口哨，吹口哨，慢点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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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造船，造船。地球，地下，地上，地平面。OK。红海。小心啊大家，小心，左手六，右手七。